我在打字，没按到。干，学长好雷哦。嗯，什么学长？楼上那个。哦哟，就我没有，没事。我刚刚没有上到。点那个点，我在点，你们超多小兵，我在点，死掉，啊，我要被死掉，对，不是很多人都看到了，结果你退，你后面会有一只，你后面会有一只了，那我怎么办？小弟，等我，我要死。他假的啊！可是我在打的字。啊！你干嘛？我以为可以把他砍。啊！阿宝，对不了，没东西可以 TP。问题上路本来就是这么。接下来会被他踩死。别闹！你要我跟你单挑？好，他后面有人啊。我有队友啊，我也有人啊。你得死了。其实你不要点那个大绝会比较好。啊，兵哥这边还。被还了。你不要点那个大绝会比较好。你为什么一定要在打架的时候先点大绝？我以为他们会直接死掉。你的弹跳哎！哎，他们挤下去哦，会死！哎，不会死！哎，我有 DP， 我有 DP 给我演，不会啊。怎么不会？是我帮你挡刀哎、欸！那算了，我很坦，我也不容易死。假的啦，假的啦！不要为了点假的而被打好不好？我操！我呀！大没有。这个尴尬。有大吗？直接干。有、哦。漂亮！哎、欸，怎么有坦克骑？你们撤！我没事。再见。拜拜。永远不回头。来，你杀他吧。你们要影响一下那个坦克骑，不要让他回上路。你上路正在拆。就大比。没中。啊！干！我拍到，我要录很辛苦。最近都好背哦，好好笑、哦！我要把它全部剪成金口。哎、欸，他跟你决斗了。哎、欸，他不，他跟你决斗失败了。他就这样开了大，然后跟你决斗一下，然后走掉了。是的，他还没摸到我，我血是满的。哎、欸，他不是有戳到你一下吗？有啊，我回血回完了。我大鸟被吃掉。欸这多的呀！我要剪成精华。卡住！什么都要剪成精华？干最好剪精华啦！AD AD 自己吃龙，完全不需要。我来了，好像抢不到吗？抢不到。没啥哦，不行，炸了！我打这个。好复活了。哦，保不好住你了、哦、太多啊！保不住你了，再见，我也要死了。太多了。
应该超乎我预期的多哎。我踩好久、哦。哦呦，你这个有帅有帅，方姐精华。请。哎，看，我什么装备不见了？干，我鞋子不见了。哎呀，你们一个不需要我就打完牌赚了，好，我需要退兵，我就需要退兵。哇，欸、你们一个不需要我哎、欸，打完直接继续游戏啊！你是偷把人家 AD 杀掉？我把对面 AD 跟中路杀掉。跳舞。